我都放学回家的时候，我就会躺在床上玩，就是有时候会跟朋友连线打游戏，或是看 IG 之类的，别人的丑照，朋友家人都有，自拍功能，因为拍起来就不会有痘痘或是一些脸上的东西，就是脸会变很白，然后痘痘都会不见，自拍起来很好看。我最喜欢紫色，因为我觉得它颜色很漂亮，然后妈妈也最喜欢紫色，手机是我的好闺蜜。表情跟动作都可以，对。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看什么看？